怎么用那个人。国贸系上的老师啊，每一个都非常的关心学生，就是他会给我们很大的空间让我们发挥，但是该顾的课业他们还是会在课堂上帮助我们，就是该有的证照啊什么的，其实老师都会帮助我们考取。对，老师真的是非常细心的，就是我们是比较像是课堂上是师生，但是课后是朋友关系这样子。当然商科的有些内容跟数字脱不了关系嘛，可是其实我们系上老师都会把枯燥的内容弄得生动一点。好，我来自高雄旗山，我是在地人，然后我就读实践大学国贸系二年级。大家好，我是实践大学国际贸易学系大学四年级。我是就读实践大学国贸系四年级，我家住在台中，目前读大一，然后我妈妈是新住民，所以我才对国贸系有兴趣。然后我来自印尼马加达。要毕业了，其实我不知道，我非常感谢在我大学生活里面出现的每一个人。在大学里面，不管朋友也好，老师也好，是学长姐，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就很像一家人的感觉，然后给我很多的帮助。我爱你们，对。我们来自哪里？实践大学国贸系。